首先哦，代表农历门新目标农历门嘛啊，欢迎大家哦，今仔日来当来哦，台湾第三处重点乡歌的新目标啊，妈祖庙，哦，阮则是台版主精神啊，哦，当然嘛是在大顶的妈祖庙，嘛个哦，嘛是历史上悠久的妈祖庙安尼。哦，因为阮每年啊过年哦。第二礼拜过年的第二个礼拜六啊，哦，都会来哦压春游、游行啊、编春游、唱春游啊。哦，阮第二年的时阵，哦，五十几年前，哦，就这个民俗，哦，到阮第三次重建啊，即卖就是哦台湾上大的妈祖庙，阮台湾主进城，阮来加上这个高空烟火跟炸红炮。阮这个高空烟火上界主要。哦，就是要来观赏啊，因为这个编春游了后，唱春游了后，哦，这个春游神爱上天庭来交祭啊，我那是用高空烟火，啊，来甲观赏，来上天庭来交祭啊。那这个炸红炮啊，我上个主要就是要炸起这个瘟疫啊，我大家求一个平安。啊嘛，目的嘛是要提醒大家啊，过年啊，我已经五年节啊已经过啊，我大家爱来认真啊工作啊来，各行各业啊。拢会当啊，平安无趁钱咧，哦，所以讲哦，欢迎大家来，因为一寡哦，做人爱好者啊，因咧讲哦，世人呐、啊、吼，那、哦、包来龙美门新埔庙遮拍摄这个哦，夜春游流行啊，边春游唱春游，高空烟火啊，炸红炮，哦，人生是一大遗憾，别来翕过的人伊讲就回不去，逐年拢阁想要阁再来安尼。啊，佫唔定呢，因为阮龙里门新目标啊，哦，诶，原来老人非常的灵验，哦，你啊看，有来迄落兴源的，要到六万岁啊，有要到六万岁，啊，阮原来老人有落家来指示啊，我嘛爱用新的，诶，音频电，哦，你啊看，全台湾即嘛无人有这种现代化，哦，低调的，哦，诶，音频电安尼。阮啊，老人有来交代，讲伊要促成较济善姻缘，互因找到好某好翁啊，哦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讲流浪的话，互即个家庭幸福美满安尼。所以讲哦，来龙美门信宝庙，再参拜龙美门妈，哦，啊拜我啦老人啊，互咱大家兔年会当成大一年，祝福大家，多谢，谢谢。全国的城市大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新年快乐。而且呢，我甲恁。介绍咱全国唯一哦，唯一有身份证的咧村里，就是阮只米阿只村里唯一有身份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咱只村里就是咱台南市文化局啊认定的啊五姓文化资产的这个村里，安尼。啊，所以讲今仔日呢，不但呢是有身份证，还佫有神呢。咱村里还佫有神，这足不简单。因为呢，咱这个村里的制作过程呢，是咱啊看一个粮食价值，哦，啊咱就道长看粮食价值，啊来这个秉持天定的，啊来甲制作只村里的，哦，伫咧十月二八八点八分，啊来甲制作的，啊再来咱有入神的入五宝，哦入五宝了，啊佫正月初一咱有开工点眼，所以讲伫只代表讲咱只村里。有春游神，所以讲今仔日咱要来观赏这个春游登记的时候，回天庭交祭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啊，特别用这个高空烟火，啊，叫做红炮来甲欢迎安尼，啊，伫只甲大家介绍一下，咱只春游的这个伊的这个官道呢有四尺，啊，长度有八尺，啊，来安尼来做四时八节。啊，伊个尾啊，尾啊有一尺两寸，吼、哦，啊来做即、這个十二个月安尼。啊，咱边啊，咱只有一只迄个蒙神的，蒙神的制作啊，嘛是话真有一个天机咧。伊即个宽度咧，诶，三尺六寸，三尺六寸五分，伊代表咱啊三百六十五尺。啊，伊压即个压即个边咧。也即个边啊，有二十节，或者二十四节字，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字安尼。哦，啊，咱即个啊，蒙神呢，伊今年呢啊穿乌色，咱大家看，
穿黑色的，哦，啊，这个下这个腰带黄色的，哦，啊，到这个穿鞋啊，穿鞋啊，为什么意义呢？穿鞋啊，是代表讲啊，今年较无雨水，今年较无雨水，哦，啊，所以伫遮啊，甲大家介绍，啊，春雨嘛，伊的设计呢，嘛用咱的年间。哦，年纪跟年间，啊来个制作，啊，春雨今年啊，这个春雨头是黑色，春雨脚嘛黑色，春雨身是这个青色的，哦，啊，这个啊，大家拢会讲，啊，这个春雨要有什么种这个啊好的话来讲，哦，咱个无春雨，哦，子孙会出大，哦，咱个注意个方面。啊，而且大家哦，啊报告哦，啊，阮入来讲互恁看哦。然后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摸春牛的这些吉祥的意义。春牛啊，阮是宗教鼓励，因为这春牛神迄阵就是有向着皇上帝来领旨啊，哦来领旨啊，伫这个关帝爷啊的车印，哦来就是讲来请各宫各庙啊。哦，来宗教这个鼓励祭仪，哦，啊来一报安尼，啊来，哦，请关公长啊来开工点眼，哦，啊伫，哦，每年的初一的透早，哦，即大家，哦，开始来举行迄个仪式了后，就是好欢迎大家来遮望春雨啊，哦，好过年，一世人拢会当好运安尼。伊咧讲就是讲啊，望雨头，子孙会出头。蒙牛嘴啊，互你大富贵安尼，蒙牛卡互你赚钱啊，开袂大。我过腰啊，啊大家当做伙来斗落去，欢迎大家来罗林红，什么无吃？最后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，祝大家。